光的人太多了啊，然后就是会他的面试呢，就不会按照这个常规的套路出牌，他会让你激怒你，然后会让你哭，会让你暴躁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，我就严重怀疑这是个传销组织或者怎么着啊。然后导演这时候问我，你有什么才艺啊？我一想，哎，我说我会军体拳，然后当时。我要出去给他们举报了，顺便打出去了哈。对，怎么样？现在还有幸我们在武汉能看到吗？行，好嘞，来，有劳小王同学拿下话筒哈。对，可以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好，来来，没有，开始，大家录好。拍的很。